我在2024年的展望呢，是我想要翻倍我的收入，然后提升我的生活品质，还有我家人的生活品质。今年呢，我想要达到600万的这个年度的业绩，而且呢，我自己本身想要上 Platinum， 然后我想要带我团队的两个人都上到 Gold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今年想要达到的目标。2024年第一杯酒，祝大家旗开得胜，龙年行大运，欢到够够力。我们来一个全体捞身仪式。打开2024年地牢，十全十美，黑奥快乐。我自己个人在今年的展望呢，我希望我能跟紧抓紧跟公司的脚步，一起把 Focus Group 搞好，也把 Focus Group 里面重要的资讯带回给我 branch 的伙伴们。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执行力、领导力，然后去带领更多人赚更多钱，也可以让我自己的收入越来越高。2023当然我们也过得非常的充实。首先真的是要感谢我们就是 SBO 的带领人，我们的两位老板，我们的核心群，我们的管理层，我们每一位 SBO 的兄弟姐妹们，今年2024我们一定要去他们好不好？今年我们龙年一定要龙腾虎跃。这 SBO 呢就是我们，今晚呢我们也要全力以赴，把食物吃光，把酒喝光，然后今天呢我们一起把 SBO 的这个文化传承下去好吗？对于今年呢2024年呢，我的展望是可以达到我这个2 million 的这个业绩，在一年里面，然后扩大我的团队的组织，然后去做这个 KOL 或是 KOC 的这个 recruitment， 所以我是很相信、很肯定，在今年呢，我一定可以做得到的。我是曾伟，我来自台湾台北分行。那2024年呢，有一个很好的开始，那就是我们要在台湾进军啦、啊。所以呢，期待我们 SBO 在台湾发光发热。我呢，自己的展望在台中也开一间分行。SBO